这首歌给你唱起来又跟我们陈盈杰大姐唱的又不一样，对，编曲也比较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今天呢特别是有詹老师帮我写谱，然后现场演奏，听起来蛮很棒，很文雅优雅。嗯，卡扎龙，探狗的，对对对，卡扎龙要怂大队了。因为这个可见的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音乐表达包装的不同，嗯，对，哎，听起来非常优雅。当然你的歌声也是蛮厉害的，嗯，谢谢。我要讨教的盖笑，嗯，什么老瓜了新瓜了，嗯，爱的恨的你都唱得蛮厉害，嗯，谢谢。这是一首中算是中期的一首口水歌曲，我觉得应该算很早期，嗯，因为我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大概幼稚园的时候，哦，啊，我一样我一样。嗯，啊，奥甘才这个礼拜听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他才一直在流行，这是台语的天下，嗯，包括讲谁，你还听过谁的歌？还听过叶爱玲叶姐姐的歌，台语歌还是国语？国语歌啊，国语歌。哦，那时候她也当红了，偶像。对对对，哇，那个时候台语歌还优雅的歌也红得不得了。优雅啊，台语歌。还有那时候还没出生呢，还没啊。啊，这实在，对对对，也不是她不给优雅小姐面子，文雅无时差了，越老龄的越多。优雅。所以那时候你根本就完全的，说明你爸爸还是几个笑脸囡仔啊，应该是吧？哦，一档准啊，嗯，哎，那么说到你上一回来到我们节目中啊，嗯，要告诉你不错呢，谢谢。那但是那个礼拜你收视率很高呢，谢谢。哎，那是 那其他歌星不要讲是谁了，让，啊，得罪人。在那一周你是收视率最高的，谢谢。制作单位下来，哎，奇怪，我们本来想那些囡仔在一个家近一样的哈，一个少女还是学生身份，哎，结果。嗯，播出来不得了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小哥的这个节目啊，哎，除了有比较中世代老世代的 年龄层在看以外啊，有很多年轻一辈的人在看呢。哎呀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慢慢在感染大家了哈。对啊，是是是，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看一些歌唱型的节目。哦，是是，尤其啊小哥唱歌真的很好听。哎呦，谢谢。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啊高歌一曲。哎呀，对啊，哎，老的歌啦，啊，新的歌啊大家都很爱听唱。我讲好恭维啊，那我得人听啊。所以也有人在问到我说，啊，刚刚那个跟他讲的笑话，哎，这他是真的听不懂啊。结果有人在说，啊，应该归回来他们听阿伯呢。说你反应好像比较迟钝。我已经忘记你讲什么了。什么四例以下，两例以上啊，那个，哦，那个电视台名字嘛。哦，对对对。四例以下，两例以上，对对对，中间夹了一个啊啊，是吧，哎，对对对。那时候，大家说你还蛮木讷的哈，啊，到现在，虽然只隔半年几个月不见，有没有开窍一点呢？啊，有没有开窍一点？哪一方面？怎么开窍？表示这阵子还是都在学业里面在奋斗，还是没什么歌唱啦，生活还是很平静啊。对对对，比较朴实一点，哦，还没被丘比特那个箭射中啊，还是有点木讷啊。嗯，那小哥有被丘比特射？我的那个是那个弓都断掉了，哦，还射不出去。你当童星在看待，奇怪，真的吗？哎，大概出道太早的关系。哦，对对对，嗯，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前访问过很多童星啊，嗯，什么凯凯啦，凯凯，小冰冰啦，吴玉康啦，我记得以前问他们，他们都是说什么将来有什么愿望没有啊？他们玩的小手，对不对？将来成名以后赚钱给妈妈买一个房子啊，他们大部分回答都是这样愿望。那不由得我要问问你，你有什么愿望？这个扬名立万以后。嗯，我希望多赚一点钱啊，然后让买一个房子是吧？不是啦，让我家里面的生活更好啊。然后希望能够在台北买房子啊。嗯。然后，哎，对，很奇怪，我们人台湾的人第一个愿望，因为从小就好像就洗脑灌输，都是像先要有个窝那样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那你好。这样才有地方可以睡觉啊。哦，哎，这奇怪，那这么多无壳蜗牛。啊，这是可见的，我们这个社会老是灌输我们这好像啊家蛮重要的啊。对对，嗯，哎呀，那这个计划对你来讲其实也不难了，你已经红真久啊呢，你红了好几年了呢。赚钱还要等一阵时间呢。伊朗也是怕国税局注意是吧？我假跳，刚刚那蒙头壳呢。歌唱是兴趣的，对吧？对啊，小哥今天怎么没有讲笑话？啊，对对，要讲笑话。好了，就把你当童星的讲个笑话好了。
五秒的笑话啊，五秒，我没有来开玩笑。鸡蛋不是一盒一盒装在一起？嗯，对。前两天听得蛮好笑。嗯。十盒一装嘛。嗯。第一个鸡蛋就坐在里面，放在冰箱里。哎，就跟第二个讲，哎，你看，那最后面那个蛋好奇怪哦，都不像我们，怎么还长毛啊呢？哎呦，第二个说，哎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对了，好奇怪哦。又跟第三个讲，第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一直讲，讲到第九个说会吗？第十个，哎，一回头看说，哎呦，哎，好奇怪哦，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，还长毛啊？讲到第十个蛋讲话了，说我是奇异果了，放错了，放到一个奇异果。哎，这听好像不好笑是吧？好笑啊，因为我听过啦，是不是？你听过？不是我讲，不能笑话，没事。我有一个笑话，搞得我们都混不下去。我要讲笑话。好好好，因为今天回敬一个，来来来来。就是我宣传告诉我的，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就是一个和尚，和尚他带着一些小和尚在山上修行啊。然后之后啊，就是老和尚每天都会喝一种茶，哦，然后你听过对不对？我哪里听过？老和尚喝茶？对对对，喝一种奶味很香的茶。哦。之后因为小和尚年纪还小啊，都很希望能够喝。茶就茶，怎么会有奶味的茶呢？对对，很哇塞，哦，就很希望能够喝有牛奶的茶这样。哦。之后啊，老和尚就出一个难题给小和尚。嗯，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唱出有奶又茶的歌，就让你们每天都能够喝那种茶。哦，牛妈妈，这种就可以唱。不是不是，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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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对吧？对啊，蝴蝶蝴蝶样子真美丽，头戴着草。好笑吗？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笑话还好。开始我没有听过，听过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收回。给你脑筋急转弯一下好了。嗯，好。西吉那呛毒，我们跟他讲故事比赛，绝对被阿豪的罗队，我跟你讲。嗯，我们那女人不是奶头吗？乳头吗？乳头旁边不是叫乳晕？为什么乳晕那个咖啡色的部分的那个毛孔就会像调压剂一样，比平常毛孔大一点，比较？奶头旁边的那个，你的是这样？为什么旁边不可能平的？接近乳晕中间那个毛孔就这样大一点。嗯，为什么？我们在。刚才我也问何英小姐，何英说是不是方便小孩子吸奶？因为常哺乳的关系才会讲。错，我当场就回答他。他说是上帝的意思，那当然是上帝的。嗯，那还有什么？我们领班说是上帝的意思。遗传？也不是遗传，大家都是这样啊。乳晕的附近 的那个一颗颗粒粒比较大一点，你不没还不知道啊？那我告诉你答案好了。就是方便那个盲人使用啊！快到快到了，他们习惯摸点字嘛。哦，啊，对不搞对不搞对不搞。所以讲，不是讲我咧吵的，真是要逼这故事吼，我惊把你压落去。对哦，我都没有什么故事好讲。所以这方面啊，你要是反应赶快加速成长，嗯，以后什么代志啊，你点起你马上就知影。哎，都较袂个咧，滚球，但是安尼很不给讲故事的面子。我知道规矩了。来来来，